蛮新鲜的啊，对啊，对对，因为对手之前都没有遇过，我觉得自己好像准备的不够，尽力了，毕竟很远啊，就是因为从台湾飞过来蛮远的，对啊，就希望能够进决赛，对啊，就谢谢他们啊，特别熬夜看我比赛比得这么糟，这样，对啊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整体来说今天状况很糟，对啊。近几次的比赛感觉状况都不太好，其实没有太大改变啊，就是希望可以把技术做稳定一点，可是好像没有太理想，瓶颈吧，对啊，因为身体上好像训练的时候好像有进步，不过但是标枪好像没有什么进步，对啊，对啊，这就是一个刚开始恢复的时候新鲜感比较多，对啊，现在投久了之后会觉得哎，为什么没有那种新鲜感的感觉啊？对啊，就没有很想奋力一掷的感觉，对，找不到那个感觉，就想说看世代运能不能够更好，对啊，就希望把就是这次不好的经验就可能先忘了，赶快集中精神面对世代运。